挺多，也是聚焦在了王丽丽的身上。刚才这一波太厉害了呀，身段宋宁追身三分球。这一波王丽丽应该连着有三四次抢断，又是一个抢断。王丽丽也是给这些年轻的小妹妹们好好上一课。表现的淋漓尽致。紧接着又是一个抢断，连着三次，也是中投打进啊，太厉害了！蔡小鱼持球突破，漂亮！这场比赛蔡小鱼打的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最后时刻相对全主力面对这个内蒙古的全替补阵容，看能不能稍微占一些优势。给王丽丽，还是挡拆，王丽丽，漂亮，一个角，好球啊！这个球，秀啊！王丽丽，这个脚步是非常漂亮。送的打板，王丽丽的得分来到了十四分，蔡小鱼十一分，陈明玲十分。目前呢，新疆天山有三位球员得分上双。这里回给胡定的苏宁。这球护顶单个时间有点长，最后几秒了，短球。邹启佳，最后24秒违例了，相对直接推反击，哎呦，又是一个失误啊，有点大。队友呢没有能够第一时间启动，就没有预判到说这个球呢王丽丽会这么去给。穆拉提也是在场边提醒一下宋宁，刚才宋宁一个人在护顶，耗的时间太长了。今天的防守呢也是犯规达到了四次。在对位的时候呢很拼，陈丽丽也是挨了一个大帽，直接就地反击给王丽丽，王丽丽中投，这次没进，但是篮板球是陈明玲拿到，不着急不着急，哎，打成再给王丽丽，漂亮，篮下的一个助攻，不着急，吴亦凡两罚。成功率最后呢，这下是空切下来，吴亦凡接到了王丽丽的妙传之后，造成了杀伤。邹启佳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呢，他自己啊有那么一组比较特别的一个热身的方法。在赛前的时候呢，就是在大家还都没有怎么动的时候，就自由有了的时候呢，他其实已经开始有点上强度了。王丽丽今天的表现，虽然说这个体力消耗的非常大，但是呢，她对于新疆天山的两罚都有非常大。目前呢，得到了十四分。内蒙古队的主力已经在替补席上谈笑风生了。还有两次助攻。陈丽宇抵消邹启佳，三分不中，没有能够投进。相对又有反击的机会啊。位置呢很好。队友没有跟上来，自己来吗？这个上篮没进。吴亦凡真的是太拼了。王丽丽，哇，这个球切的太漂亮了，教科书般的抢断啊！哇，王丽丽，本场比赛最佳镜头诞生了。抢断来到王丽丽的抢断，加上追身的三分球，是全队的第三个三分球。厉害啊，王丽丽！这个穆拉提急了呀，这个后卫一看不行啊，换人，宋宁下去休息。换下九号宋玉，换上十四号李依然。哎，王丽丽真厉害啊！还是221，得先早传球啊，然后中路要去空切。此前的两次破掉这个221呢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战术。这段相对全主力面对内蒙古这个全替补。确实是有优势的。陈明玲收下篮板，连着追了有八分了。打起来啊！最后一分半，再咬咬牙。蔡小鱼给陈明玲，中投，这中投没进。又是王丽丽，王丽丽自己来了，七个抢断，好球！19分。六个篮板，两次助攻，七次抢断。王丽丽最后时刻连续的上演教科书般的抢断，又是一个，哇！又是王丽丽，
太厉害了呀！这几分钟呢，王丽丽是接连内蒙古直接叫暂停了。现在呢，王丽丽得到了21分，8次抢断，6个篮板。那王丽丽下去休息了，最后一分钟了。哎呀，当然累呀、啊！我们看球、说球都够累的，球员最后一分钟那更是累啊。相对也是让王丽丽下去歇一会儿了。真的，打了一整场了。谢队员们，就是这种全情的投入，全身心。王佳丽，比赛为我们送上的这边这种，还是给了一个前场球。精彩的篮球可以看到，在这样一个冬天，打球不方便，但是看球很方便。怎么最方便呢？当然是开通咪咕视频的钻石会员。可以免广告、超高清，还有清流直播的超值特权。这是一个争球的词。这个就直接夹在篮脖子上了。也是女篮比赛中这一幕也是很有趣。男篮的话，轻轻一跳可能就下来了。女篮的话，这个球看看怎么弄下来了。拿个拖把捅一下。就地取材，把这球捅。比赛最后时刻，这比赛虽然没有悬念了，场上确实还是挺有意思的，各种有趣的事情。咱们的很多裁判员呢，也都是有着非常高水平的篮球，这个比赛的能力，也都是打球的。说白了，陈立宇。一个变向之后自己杀进来，也是给了一个打手犯规，2罚。相对虽然是没有取胜的这个机会了，但是打的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拼啊，效率非常的高。他目前呢是得分呢是得到了12分，命中率呢是3分球3投2中，在全队三分球都比较哑火的情况之下呢，他一个人投中了2个3分球，另外呢。很多。今天呢，沈怡是得到了12分，5次助攻，3分球呢是5投2中。蔡小鱼，上线持球太久了，自己打。这个球对抗之后上篮也打进了，漂亮漂亮，要打得坚决。周新鹏应该是内蒙古这个进攻打完呢，这个回传显然出界机会，内蒙古这边也是压压时间，比赛时间基本就结束了。30分呢追到了20分，拦下黄佳丽，胡小谦单防黄佳丽出底线，这是气象队再度完成抢断，最后7秒钟，陈明玲要最后时刻，蔡小鱼突进来对抗之后，这个球可惜没有打进。还有2.8秒，应该说整场应该是有罚球。内蒙古在于罚球，实力上的明显的优势，所以一开场我们看到打这个6-0、8-0，随后呢又把比分分差拉开。虽然新疆队呢几次在第二节、第三节，包括第四节，第八有了，都在努力的去追分，但是毕竟球队今天的三分球没有投开，那么。也缺少了这样一个有效的追分的武器。2罚全中，新疆天山的三分球是15。这样全场比赛最终73-56，内蒙古赢了17分。是8人轮换，对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的大。